大家好，又是我香口卡，今天要玩的是 GTA Online。咁前幾日咧，因為我去咗日本旅行啦，所以9月19號嗰個禮拜嘅 GTA Online 最新資訊片咧就暫停咗嘅。雖然我都發布咗個文字版啊，不過唔緊要啦。今日咧就喺度補拍翻一條啦。今個星期廢車回收場嘅載具盜竊任務，分別有盜根盜竊任務，要偷嘅係 SM722 展示台盜竊任務。要偷的是密探 S， 同埋帮派分子盗窃任务，要偷的是 C 国一。今个星期豪华车业的展示载具分别有优胜美地1500，同埋公路霸者 GT。另外专营车业嗰五架试驾载具全部都是买车网而除的载具嚟嘅，分别有阿拉斯、马沙高、异变、维瑟里斯同埋乔威。咁呢架乔威咧就做紧7折。今个星期落圣都车聚里面的奖品载具是艾维根，获得的条件是连续3日在一场落圣都车聚系列赛里面名列前一名啊！而嗰3架试驾载具都是卖车网而除的载具嚟嘅，分别有探险猛牛 S、史丁格 GT 同埋 RE7B。咁呢架 RE7B 咧就做紧6折。另外阿浩特製改裝試駕載具是歐羅斯 X32。 今個星期賭場入面的台上載具是尼羅，它是班尼原創汽車工作坊的超級跑車，屬於進出口大亨的 DLC。 特價車方面，除了剛才所說的朝威做緊7折， RE7B 做緊6折之外，Legendary 的死神做緊7折，同埋奥西里斯做緊6折，军火大亨的武装科拿大做緊6折，震暴载具做緊6折，同埋野人都做緊6折嘅。必达交通的科拿大做緊6折，海风做緊7折，同埋雀鹰都做紧7折。另外喺机械双型车道购买冲锋手枪做紧6折。今个星期嘅登入奖励分别有阿尔卑斯山套装、啤士亚瑟美好旅程 T 恤，同埋啤士亚瑟金色短裤。另外仲有粒尾调节咗嘅物语专属嘅涂装，啤士亚瑟赛车白色，同埋啤士亚瑟赛车红色。粒尾调节咗嘅经典卫士宽体版专属涂装，啤士亚瑟赛车，同埋啤士亚瑟赛车几何。咁以上奖励咧喺10月9日之前登入 GTA Online 咧都仲可以得到嘅。差事方面，快速护送重运版系列嘅竞争模式做紧双倍，所有悬赏任务做紧双倍，包括普通嘅悬赏目标同埋头号嘅悬赏目标。另外保镖或者副手嘅薪金做紧3倍。今日呢条片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另外顺便喺度讲埋啦，今个星期嘅时间挑战赛系天南地北，而 R 特制改装时间挑战赛咧就喺码头嘅。因为 R C 时间挑战赛同埋拉机牌提神1秒时间挑战赛系日替啦，所以就唔喺度讲啦。有兴趣嘅朋友记得过去挑战下。咁因为前几日去咗日本旅行啦，所以今个星期嘅最新资讯就延迟咗。
咁我都喺度分享一下我今次旅程咧最深刻嘅系发生啲咩事啊！咁喺去程嗰程飞机咧起飞之前咧，竟然有乘客唔舒服，就系因为佢唔舒服啦，最后我系 delay 咗成个钟先到达日本噶。咁嗰时咧飞机就有广播就问乘客里面会唔会有医生或者医护人员啊？哇！我听到呢样嘢真系觉得好惊讶，我一直都以为咧呢啲情节只会喺电影先会发生咯，冇谂过现实都会出现呢啲情况。咁好啦，咁今日就嚟到呢一度先啦。之后落嚟个 GTA On 啊，啲咩新嘅 update 咧，我都会尽我所能尽快咁将最新嘅资讯带俾大家。中意嘅就俾个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。另外大家记得 follow 我嘅 IG， 我系香口 Carl， 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